乌西来啊，我感应到乌西气息了。小白无路撇骨，恁都等死！阿舅，过来，高声叫我！超强，恁哪搞乌贼贼怪啊？阿强，你做了真好，这是大功劳呢。但是那群人啊，都败在咱的手头啊！哥，你那这好多，甲江道生斗三工，伊还是赢呢。乌贼，我要给什么人？你拢无资格管，我找你。来，哥。对哦，是我专工为文具店买过来的，戴伫个泡面顶管哦，是足有效的哦。安那，送你遐尔好礼物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无可能啊！我确实感受到乌车，乌车都伫遮。乌车呢？秀兰，江道生，超强进前，让你害到这尔凄惨，你俩寸功也袂清醒哦。我唔对，超强早就甲阮俩合起来，甲乌七调包啊。你会感应到乌七，是因为阮伫个附近，等要收你。欧文君，顶摆廖主管无人通制裁你，只有阮蒋家还阁有一人活咧，你着永远有去生。阿强，你竟然联合别人来反背我！你唔想要好，把盈盈国外都得来？我你骗一届是我衰，我你骗两届是我戆。他说我你骗第三届，一定是我死好。盈盈就无可能活过，你莫阁搞我骗啊！开牙给他进修，我找好你，你嘛别了工。莫唔对。我今仔就要把你的魂魄拍出来！嘿，嘿，嘿！想做要拍我啦！你莫阁假啊！江道生的魂魄若是我拍出去，根本就袂听，莫阁骗啦！爸，小姐，跟阿姐跑开！你要莫过来啊！要是无，王亚杰就一死了命！莫过来！爸。亚杰，亚杰，我是没走。既然我的身份已经别空啊，今麦我会当做的，就是赶紧把我的肉身汇合，就算讲无乌车力量加持，我全死，我爱把一刀，把附在黄金身上的三条分片。专转回去我的肉身，那么等制裁者拿进攻处赶来支援，我恐惊就死路一条啊！相公，我会拜啊！你若是不爱让我走，
我就在这跟亚杰英解决得了。嗯，让你四位人永远都袂富。不是亚杰英，无人会当捉弄我。亚老伯，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哦。你都要接受亚杰英母仔一死两命的比较。想捉弄我，想都是害死我亚杰英母仔的罪人。你卖戆啊啦！亚杰哦是金的宝贝啦，你无可能有你有机会去伤害亚杰啦。万彪，恐怕绝对无可能伤害我。爸，你敢有听到我在叫你？亚杰有危险吗？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江道生，离开伊的控制。你一定要爱打败江道生。家己意识找倒转来，好不好？爸，金妹啊，你是我实在哦，上坚强、上袂认输的人啦。你放心，我个实在哦，一定会保亚姐平安。你专心对付江老成啊，你甲退出去，莫让伊继续霸占你身体啦，有听到无？林阿金，别伤害我亚姐！我今日听到亚姐在甲叫，伊的灵魂准备要作战啊！江道成，我今日为着伊的查某囝，伊用个牺牲伊家的性命，你若是真正敢靠亚姐，你就准备卡袂灵！爸！吴姐，你也继续落去，你一定要脱离江道成的控制。王爷，你是不我都拜托我讲啊！你，江道成啊！我以前根本就看你，你跟你跟你查某囝第四日啊！王爷，江道成，你好，束手就缚啊！你竟会当控制金光处安？哦，本日福气，我应该金光处心连合一，顺利甲亏亚的高中接落来啊！今仔日，我绝对要甲你这邪魔妖堆的三条魂魄，拍到魂、飞、魄、散！真是想过天真啊！我的魂魄那是消灭，是安怎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罗车峰？这个真相，就尽管是无解的秘密啦。你写公上啊？所以真正有两个车峰？无唔对，在你身躯边，这个罗再兴捌经过亲自鉴定的罗车峰，而你伫咧廖永仪监视器所看到的罗车峰。是两个人，也不过到底倒一个才是真真正正罗家峰呢？啊！江道成啊，怎么跟你无冤无仇呢？啊！你想做咩？你对待伊啊？那嘛是你逼我的，想叫你你咧帮助陈忠祥。啊，既然你两个是孖子，那你这个罪孽都乎你两人了吧？把罗家峰还我！把家峰还我！会用的啊！啊！你嘛开车路我行，你别小心了。我今晚就跟你拍，来，金玛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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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荣华富贵，做遐尼侪袂记讲的代志。我这个查某孙，我这个够足见笑的。我这是对你太失望了。不要紧，既然咱无共生，咱最好是两者切断关系。为着你爸爸还佫伫的，你唔是我故意的，迄个选择。你对我来讲已经无甚物价值了。你是有袂讲啥？公婆是伊唔是我的爸爸呢？总讲一句啦，你呐，那是无爱好挂名，那安尼我就袂客气啊。苏丽萍啊，你的胡阿水确实当主动挂发的，也唔过你贪生怕死，竟然放一个人过桥啊！你讲，可不是你想的乖囡仔。江道兴，你那不过，我不准你想的。救乖囡仔，救你金孙，爸。王金，你真正甲天照打呢？敢反背我？你唔惊？我心肝俩贪欢，甲你分配，赶离开你的身体，到时阵。直接让你变成一个无人祭拜、永远都无法度轮回转世的孤魂野鬼。为什么要叫我？我这世人想要见的，就是我的宝贝查某囝雅姐。你竟然想要伤害伊，给我金顺性命，这口气我吞袂落。今日为了我的金顺，我雅姐都算你输，我还不要失败。四年前。救你的命，你将祸在人祸到今日，安尼你就莫怪我。你家己无想为我，找死路啊！我是无可能够再忍受你霸占我的身体，利用我的身份去伤害我的亲人。朋友，今仔日咱两个一定要有一个离开，魂飞魄散，别一个输赢。那你卖啰嗦啊，直接出招。今天是你的死期啊！刘德兴，我袂放弃。为了雅琪甲我金孙，今日我一定把你的分配拍出我的身躯。今日看起来，敢那较趣味呾呢？绝对袂当有甲杜师傅继续利用金的身体，伫遐为非作歹啦！